Hello，大家好，我是兔班尼。今天要来继续进行的是，已经要到第五章了，我记得，所以这是第四章的结尾了。他们已经从那个诡异的房子里跑出来了。まったくよ。所以这间餐厅原来是多小啊！あらら？おい！あ？イス！ヤグンズ！弱りましたね。为什么突然？不要突然撇开话题啊！大可哟，这怎么突然成？突然忽视他？よっしゃ！啊！人形ではない。わしはミニ二代じゃ。あ？うっしゃ！マジかよ。サンキューね。いやあ。ああ。うん。那就只其实他是一个在里他在这个部分来说，其实很接近我们一般普通人的意思。算是心地善良的那种，应该说算是心存善念的那种普通人吧。偶尔会对一些不熟悉的事物保持怀疑。あの、私は。ソニアさん。あらら。不要太执着一个人，他都还没学到吗？都过这么久的时间了。大可哟，嘿嘿。わしはミニ二代じゃ。嗯，话说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现在嘴里有股土味。今天吃早餐吃到饭，才发现我的早餐上居然裹了一层土。我再也不会去吃那只早，去吃那间早餐了。啊啊。要不管感觉做什么，连呼吸都闻到一股土味。そうそう。マジで。一瞬间，我突然理解了那本按摩圣经是要送给谁的。もちのろんだぜ。ねえねえ。キッキッキッ。いや。你们正常的定义到底是什么？おいおい。でもね。很温柔的把他推开。さてと。おいこら。はあ？哼！啊！以目前的状况来说，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小到小到不行的芝麻绿豆顶点大的东东。虽然你没有才能，可是你的智商明显比这里的其他人都高的很多啊！不要这么难过嘛！
もちろんです。お聞きなさい。あのな、这只兔子沾满了粉红色的汁，桃红色的汁。嘿嘿。嗯？你？对啊，为什么你们一定要等我们过完次审判才处理掉一只啊？你果然不是我们这边的，对吗？你要知道，你们吃很多东西里面是含有动物的血，还是只有我们会吃猪血之类的？我凉拌羊，凉拌猪血啊，羊血啊，蛇血啊，会有人吃兔血吗？应该有吧。Good is new, good is new。啊。Hello。最终只找到的故事也快结束了吧？勘違いすんな。だから本気出すぞ。把门全干掉。おいおい。何言ってんだ。いやいやいや。静まれ。よし。うん。よっしゃ。うん。ワクワクしてきたぜ。任せて。はいはい。都死多少，跟你们这么坚强，真的不容易啊！你将对着以绝望为名的希望微笑。好，来逛逛吧。ここが最後の島か。这什么鬼？为什么会有一间路边摊啊？我们去看看吧。而且那路边摊上写，为什么有一摊是韩文的，一摊是日文的？最後の島、それにふさわしい雰囲気かもな。还有中文，我看一下那中文的。这什么末日僵尸？越级打怪是什么？然后进去海神工业。喂喂，就这样直接进来了，不用在大厅先逛一下吗？直接就走到这里面了。嗯。啊？为什么他们在研究黑白兽啊？啊。我们看到他们在制造机器人吧。おいおい。もしかしてよ。はいはい。ねえねえ。さよなら。どっか湧いてんじゃね？あ！没有人会在乎。どうなってんだ？你就接受就好了。就是不把你的脸装上去。もしかしてよ。マジかよ。ギリだな。いやいやいや。哈哈，真是机
啊，好吧。哦，我看到紫熊了。我操！发现半数的熊熊了，让我想到我今天在看大部分的熊好像都濒危了，应该不能说濒危的意味，我也不知道那个等级怎么分，反正绝对不是数量多到你可以放心的不去管它。啊つうかよ。让我看看吧。啊。不不不，你要学生暴动，我觉得很容易。你要煽动大，尤其是煽动像大学生、国中生、高中生。然后还有饥饿的平民，还有可怜的，就是贫民窟，那种要煽动暴动其实很容易，反而比较容易的，有所不满吗？嗯，人类是很容易被煽动的。つうかよ。可以的，绝对可以的。就算不是发生在这个世界观的背景，也是绝对可以的。嘿嘿，那わけねえだろ。我写上名字就会死掉，笔记本反而比较不切实际。啊，なるほどな。そうだ。やべえな。你刚刚你在玩饥饿游戏啊？减少人口。なんでよ。OK， 下一个点，来看一下我的兔子，养超久的，从第几章养？好像从第三章哎，第四章从第三章，第三章养到现在，军事设施，亚巴沃克军队。神机，宝石的直升机可以飞啊！我为什么？哦哦，那只是他自己蠢蛋打下去了。哦天哪！我看看，还有坦克车。ごめんな。決まってんだろ。哼。我有想过为什么那个，为什么一般像什么什么校园什么电影啊、校园片什么的，很多都是女生打架都互扯头发、甩巴掌，为什么不直接揍对方，或直接踹，或直接踹对方，拿椅子直接打下去？よし。我们只是普通的高中生而已，大概。我靠，儿童保护法。ですが、弱りましたね。お待ちください。你会用？他会用吧？然后用你不会教其他人吗？算我人这么少。
熊的东西。蓝药丸跟红药丸吗？好，下一个点。好。让我离开这里吧。离开问我要不要离开，进去不会问我要不要进去。那这应该是个点吧？对对，工厂。来看看有没有熊哈。ひなた君。嗯。ほら。あのね。你是跟我说一个人进危险进去，可是你又不想跟我一起进去，说你是叫我一个人进去，可是你不想一个人进去的意思啊？君は、嗯，あのね、你要说其实我们不合吗？什么东西？所以你只是用很委婉的方式希望。很委婉的方式要我不要先去那一边吗？好啦好啦，嗯，很多熊。带一个回去当纪念品。为什么叶等等等？我现在注意到是叶子是做的。有你到底什么？二不哦。啊，拿一颗再回去吧。不不不！呀哈！想进去，不玩花坑枪，填充布偶坑枪。嗯，这些娃娃就像纸片一样被叠起来。白熊吉他，不
ぷぷぷ。哦，又是看板。这不是布娃娃，我们是看板，所以才跌在地上。バカだな。我是不会买的。碰着你这句话，我就会愿意去买只粉红色的兔子。哈哈哈哈哈！我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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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れやれな逆にレプリ。你是不能母大回去一下吗？什么？怎么了？不让我拿一个吗？至少让我拿一个吧。让我拿一个也好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免钱的，台湾人最受不了免钱的。好像我好像在那个幸福镇的配音员里面有讽刺过，幸福镇有几配音好像有讽刺过这件事情，跟闪人啦、啊。好了，怎么了 ，Baby Boss？ 嗯，じゃあな。好了 ，Baby Boss。Baby Boss 是个好孩子。这好像是不一样的店面，或是同个店同种店面，然后上面字换掉而已。来看一看，就韩文、中文跟日文。嗯，这个日文汉字还是简中。哦，有了，有熊了。あ、コマエダ已经消失很久。コマエダ有跟我们一起上来吗？つーか。さてと。你们的学生手册居然没有附赠电话功能。うん。ですが。いや。え？まあな。あのな。は？違うよ。お待ちください。ワクワクしてきたぜ。つうかよ。うお。真的是间谍，不过现在才讲话。这家伙虽然不坏，可是就是脑子有点傻傻的。そうか。騙されねえぞ。静まれ。お聞きなさい。不要每次索尼亚叫你喊你两下，你就吓个半死好不好？あのですね。無礼者。你到底怎么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他应该没……随便啊。可能在我们身其中一个身上装了追踪器吧。絶望的だ。まったくよ。Baby Boss 真是个好孩子。我现在看看其他人想讲什么。
对。まさか。お待ちください。你们就是相信到现在才哦，对，我信了那只熊才对。你现在那玩意真的没有自我意识，只要做越来越接近人类，其实就会有自我意识，也是很正常。哦，五十腾了。来看一下我的宠物兔在跟孔阿姨大讲话。啊，不知道要养多久。U turn。你就还是我要先跟他搭话。Hamster， 仓鼠比你想的聪明多。そんな四只仓鼠，搞忘了四只仓鼠比你们这群家伙智商还要高。さてと。啊，不然呢？あのね。偷偷躲在某个地方观察我们的人是你吗？自相残杀校园生活存活下来的人好像四五还六个忘记了我的妈妈我看没走まったくね命令です。そうだ。あのですね。最近的不是最近破翅膀，很奇怪，我不喜欢这个。哼。やったね。拜托，你就直接接受这个设定好不好？まあ。実はさ、我觉得你想拿我们的命也来赌，我不知道看你这张脸。待ってください。ワクワクするな。其实你知道这位置已经有人卡了吗？お前な。我跟 School Day 男主角同名的人。さてと。まさか。じゃあね。你们不能像第一次一样把猫哥失去意识，然后再绑在某个地方了。你要相信任何的可能性。确实，马上就我知道这你到底死多少个，你们思考这个问题啊。可以好不好？我就不用自己每次把一个人扔出去，不会把他打昏。本気出すぞ。对，我不用记，我们还有总理责任。啊？刚刚他在那边的时候，就拿椅子敲他了。希望他有什么？希望他有幸运。你们算一算，至少有六个人吧，总会有六个机，总会有一定的几率可以打中他吧。我要先去闲逛了，来看看吧。我不能进死人的房间。大家都待在外面。这么晚了，在逛什么？私は最近治安很不好哦。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あのですね。
什么东西？あの、私は。所以仓鼠到底去哪里了？任せとけ。おめえな。決まってんだろ。へえ。你是悟空吗？たくよ。あ？は？对你包打蛮死的，我还挺好奇的。那现在拖给我看吧，然后我再去告诉索尼娅有没有。然后回森应该回去睡觉了吗？你没有阻止我，那我就知道你在这里，我来找你说话了。对，看他那副病弱的样子，知道打得赢啊！ほら，差不多了吗？我本来是我干嘛？突然想不起来，真的完全想不起来他要干嘛。我要回去了，我不理你们了。我想都会想不起来，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到底去哪里了？垃圾咩？我想看一下我的熊啊！我墨西哥熊是我找到，我一找到五个的熊。基本上松鼠跟狐狸都是你的食物吧。你也是松鼠跟狐狸的天敌啊！我一般想到狐狸，会想到兔肉或小老鼠之类的。好了好了，每天都讲一样的话，烦不烦的？竟然又多加这么少。
我去干嘛？对对对。应该需要去餐厅吧，因为我抓住口麦大那个小表，就是小家伙。嗨，你从昨天晚上就待在这里吗？分かってんよな。まさか。おい、こら。你不能直接抓下药之类的，抓他的幸运应该可以让他回避掉。お前な、持ちの論だぜ。ねえねえ。おいこら。なぜ？仕方ねえな。分かってんよな。现在就决定是你。嫌だよ。オフィス。だからさ。哎、欸，等一下不会叫我去做吗？呀、yeah. ，好像没什么错，但是通常对女性的防备性比较低。哎哎，或小孩，还有老人。お前な、おいこら！おっしゃ！我的腰，厉害子哟！抓防弹不是？我是负责绑人的。お聞きなさい。ソニアさん。なりません。命令です。なり。良きに計らえ。畜生。お。なんだと。畜生。あ。30分钟之后到达，您吃完饭之吃个饭，居然还有时间可以回到小屋来，你到底吃多快啊？Oh hi you two. Oh hi you. 我们先把这只兔子绑起来吧。啊啊！うっせうっせ、そうだ。あたしは。我们先把，我们先揍他好不好？那先去找索尼亚吧。什么啦？
为你要知道在，如果像是我记得像是在德国的话，如果你没有在刚，如果你是提早到，你提早到是不礼貌，你晚到也是不礼貌，你知道吗？所以不要把你，而且重点现在不是在你的国家，所以不要把你他妈的观念给强制加到别人身上。如果我们今天在你的国家就算了，好吗 ？Bitch。そんな。あのですね。总而言之呢，今天就先这样了。这次弹丸轮破二就这样告一个段落啦。如果各位喜欢兔版你的影片的话，可以按个喜欢或者订阅，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表达你的意见，表达你的支持。那谢谢各位的观赏，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